自古红颜多薄命，长寿唯有狐狸精。千年九尾金又醒，绝世美女东瀛行。从商纣的妲己到平安的玉藻，在自古流传的美女传说中，这狐狸精绝对是世间少有的角色。其传说流传之广，使人民印象之深，是全人类的历史中都极其罕见的。所以当这么一只色狐狸被行月的月球人们抓住的时候，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当然马上就能猜到他会被做些什么了。按住他的身体，拔出他的尾巴，让他变得奇怪，变成了各种不同的形状，比如玉藻前、玉藻猫，还有羌狐。羌狐能够有多好？生猛体柔，穿得少，五星阴灵是个宝，可惜飞球捞不到。所以捞不到羌狐的我，就只能想办法去买一只手办回来舔了。那今天就来给大家测评一下这只泳装湿身 T 恤版的羌狐玉藻前吧。羌狐最早出产时间是2017年11月，也是一年半以前的东西了，算不得最新。不过因为兽屋最近也没有多少特别拿得出手的美少女手办作品，所以这只的新鲜度其实还不错。再加上玩福他狗的人里有羌狐的毕竟是少数，而且2019年7月还会再版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人嫌弃。本款羌狐比例呢为1/7啊，加上它巨大的枪伞，装配后最终高度接近40厘米，放桌上呢是十分的霸气，但是放柜子十分麻烦，一般层高呢还要拆掉顶上的尖尖才能塞得下。而或许是考虑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手办本身配件呢拆得很散，除了本体和底座外，还有分成两节的毛巾、遮阳草帽、泳圈、尾巴和三段式的枪伞，以及能拆下的狐耳和 T 恤。从配件数量上来看的话，855的定价倒也还行，不算太贵。繁多的配件增加了搭配方式的可能性，除开是否装上 T 恤外啊，玉藻还可以有戴帽子和不戴帽子两种形态。不过因为这个动作的关系呢，所以戴帽子的这个形态其实是有些槽点的。戴个这么大的草帽还需要用手遮挡太阳吗？一看就是对着照相机的摆拍嘛，这哪个摄影师给设计的动作啊？鸡腿取消顺带开除，以后要拍什么都放着我来，不手加个微信就行。好，那我们还是首先来看整体效果。就整体来说，个人对于这只玉藻还是相当满意的，动作自然而又妖娆，曲线优美而又丰润，着湿衫则娇躯若隐若现，如雾海观风，树阴窥日，朦胧迷离，异想横生，现动体则诱惑纤毫毕现，如春日戏花，秋中赏月，一览无遗，妙趣自得。虽然和原画相比略施娇柔，身体扭动幅度小了些，柔软度有所不及， T 恤呢也没有表现出那种薄透贴身的细腻，但毕竟只是个普通手办，能有个到位的意思已经算不错了。接着来看细节，细节方面，首先个人非常满意的是这个脸。本来呢，瓦达的原画其实不是很容易做成手办，其画风脸型较平，这使得手办很难表现，因为立体感做得高一点呢，还原度就低了，而要是不小心做平一点呢，又很容易变得不好看了。而本款就是很少能做到的还原度和可爱度都很高的特例，大部分角度下都很耐看，正面更是相当可爱。不过和脸型的优秀以及水贴的精致不同啊，本款玉藻的头发却只能说是做得相当一般，头发颜色、发质打磨、发束形态，任何一项呢都很难说有做到多好，也差不多就是及格这样。而这里呢，因为有戴帽和不戴帽子两个形态，所以差别还蛮大的。就效果来说呢，还是戴帽子的要更加好看。首先是这个草帽制作还是蛮细致的，特别是草茎上还有一些灰黑色的纹理，让帽子的真实度增加了不少。而虎耳穿透帽子的设计也相当新颖，再加上那硕大的帽檐，使得手办整体效果丰满了不少。而摘掉帽子的形态呢，整体的动作就更加合理了，而且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头发和脸，只是丰满度上呢就弱了不少。说到这里啊，我想提一下的是耳朵。这个狐耳呢应该说是做的比较的一般啊，既没有那种让人特别想摸摸的毛茸茸啊，也没有融合怎么到位，比较像是普通少女的头饰。看完脑袋，我们接下来往下，之后就是泳装款的重点身材了。那还是先来看 T 恤版的。 T 恤本身呢，因为加入了可脱的元素，所以在两侧接脖的部分问题是蛮清楚的，大开口、大裂缝，无论怎么用力去捏紧呢，也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分开的细节。不过这个呢倒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至少同类的泳装外套可脱 T 恤的
我也没有见过装配完美的版本。我另外一只玩水炮姐呢，更是拆了都装不上啊，所以也就不纠结了。 T 恤本身为了体现出原画的那种弄湿后贴身且透明的效果，在材质上已经算是有了很不错的选择了。肩膀和胸口的透明度明显不一样，模拟了光照效果下不同的视觉表现。而贴身这一块呢，因为是 PVC 材质的关系啊，自然就更是只能意思意思了。不过无论是那贴身的勾勒还是衣纹的褶皱，都能看出是用心了的，值得称赞。去掉 T 恤后，本款就成了单纯的泳装枪壶，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玉藻那苗条而又不失丰满、健康而又柔软动人的身姿。由于原型就非常漂亮，所以本款枪壶的身材当然是一等的好看，该凸的地方凸，该凹的地方凹，腰是盈盈只堪一握，胸是温柔软玉满怀，腹部线条流畅优美，不是女汉子的八瓣腹肌，而是平坦中勾勒出极致阴影的魅力。下肋、腰身、腿弯、背脊，本款枪壶在每个部位的细节刻画上都有一定的夸张，虽然这似乎不那么科学，但突出的特点却最是容易吸引住宅民的目光。而大胆的比基尼呢，又和身体进行了完美的融合，使得玉藻小姐动人但不放荡，让人同时产生了性感和清纯的感觉。而另一个身体相当重要的指标，皮肤质感呢，应该说还是在平均水准以上一点的，肤色和打磨都还行，没有给制作精细的身体模型啊拖后腿，无论怎么看都能让人感受到玉藻那肌肤的娇嫩和 Q 弹。不过相比身体的部分，本款枪壶的腿型虽然不错，修长漂亮，但大腿的打磨略有瑕疵，细看会发现有部分削切的痕迹，没有足够的光滑圆润，而且和肋部不同，腿部肌肉没有怎么表现，连带臀部呢也只是个平均水平，不算多大的亮点。好了，那说完这些，剩下的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了。底座虽然是沙滩的表现，不过一来呢面积不大，二来细节不多，所以虽然比单纯的圆盘好，但也撑不上亮点。尾巴造型虽然尚可，但细节不足，不过泳圈可以套在尾巴上，所以整体效果还算不错。有着尖锐顶部的遮阳伞呢，虽然没有多少难度，但补足了站立姿势的手办的空隙，提升了整体的造型质量。那最后还是来做个总结，总体来说，个人对于本款枪壶还是比较满意的。由于有着遮阳伞和遮阳帽，再加上那丰富的姿势，有情有景，充实丰满，是泳装系列的手办中内容相当丰富的一款。再加上半透明的 T 恤、遮阳帽、泳圈等配件，使得把玩性也提高了很多，可以有更多的造型组合，适合拍出不同的照片。细节方面，虽然很难说十全十美，但各处质量都在售屋的品控范围内，没有让人无法接受的瑕疵，而脸和皮肤呢又都还不错，所以综合来说是足以有个良的评定的，建议喜欢枪壶的小伙伴收录，不会让你失望，就当一单半稳稳刻出来就行了。那么本期的手办测评差不多就是这些，希望喜欢节目的小伙伴呢支持一下哦，稍后还有精彩的定帧手办动画不要错过。我是非专业塑料脚人清洁师编导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